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门农。今天门哥继续给大家录制联盟的视频。然后在刚录制的时候，我看了一下，这一期有这个妖姬6300的超级暴力英雄。妖姬这个英雄怎么说呢？大家都知道的，是一个法术爆发，而且是属于一个中前期或者说是中这个，反正肯定不属于后期英雄，因为后期装备都起来，这个成长都起来，妖姬的这个输出能力就逐渐的减少。那么今天蒙哥给大家玩游戏啊，免费嘛，喝口水。喝口水。看一下双方阵容。我们这边法外狂徒、盲僧、妖姬、机器人、诺克萨斯之手。其实如果说是打后期的话，我们这边还真的是，哎呦，真的是不好打。哎呦，调了一下，但是网速还是有些卡呀。哎，真的是有些卡呀！哎，好点了，好点了，好。既然好点了嘛，那么前期跟这个对方的卡琳娜对线是吧？还是一血三红。妖姬真的不是很惧怕卡琳娜啊，她这个英雄不是惧怕卡琳娜的。其实中路英雄卡琳娜真的是蛮变态，但妖姬肯定不怕。但是玩妖姬，我要告诉大家一点，咱们首先要把她的大和这个 Q 都要弄成智能施法。看看啊。QWE 二，好，那么现在我的所有技，哎呦呵，走走走走走，哎，对，威武要走，给对方一个打残了，第二个他，我估计第二个就不会再来了。对方想要抓我们阴血，还是很危险，必须，但是我和这个对方盲僧在这里，对，而且对方这里是有一个分叉，我们两个人在这里就比较安全了。机器人看看能不能抓一下，没有抓到，那么对方这里应该就不会再有人了。耐心点找。但我觉得机器人这个保险起见，机器人应该再抓一下。而且一级我是为了这个给对方形成一个威慑力，我是升的 Q。全军出击，外表可是具有欺骗性的。我还是要看一下。还是要看一下，好。一下。打小的，一下，两下，再打一下，好，这边快，要不第一个兵我是拿不到的，哎，第一个兵应该是拿不到了，走，第一个兵果然拿不到了，我们第一时间一分54秒攻击以后，然后再回来，那第一个兵是可以拿到的，但对面卡特琳娜也是没有拿到，哎，这个兵没有补到。我补，哎，好，点我一下，他刚一级，所以说咱可以这个随便的点他。卡琳娜真正爆发的时候呢，是可以说是应该是在三级啊，三级片啊，三级，点一下试一下，再点一下。玩中路英雄就是要这样，就是要这样，逐渐的磨血，然后等到六级的时候，感觉一下自己的技能的伤害到底够不够，够的话带他走。不够的话，就逐渐的磨血。哎，还是打我，不让他冲啊！不让他冲。好，毕竟咱是远程啊，点他。哎，你看我要点他，他就走，就没有补到。慢慢补。好补，还是要这个钱多。好，三级。三级的时候，我是先不升这个 E 啊，先不升 E。如果说升 E 的话，等到六级秒，它就有点难了。逐渐点它，逐渐点它。我会骗你吗？这没有补到，上路是一个对倒。哎，点它一下就回来。接下来干嘛？卡琳娜其实打妖姬真的不好打，磨血，然后呢，冲一下。就知道会这样。你看他冲一下我，他反而是比较惨。所以说妖姬这个英雄吧，是不惧怕卡特琳娜以及这个虚空的极个别英雄之一。好的，我们盲僧拿到一个人头，蛮不错。升一级的 E， 这个补兵没有补到。这卡琳娜还在这个刷兵。
好，压在塔下啊，压在塔下。看见卡雷娜补兵啊，还不错啊，还不错。毕竟卡雷娜是一个，怎么说呢？这个短 CD 外加一个无消耗英雄。哎呀，哎呀，这是整的，带走。哎，这是整的，这都不用六级，直接五级就带走。好，我们这边要给我打蓝 buff。啊，那得要。好，这俩兵给他。哎，这卡琳娜就有点虎了。前期跟妖姬对线的时候吧，本身妖姬他是有一个单控的，而且他要有一个突进技能，外加一个沉默的一个效果。其实妖姬在这个某种程度上讲呢，我觉得稍微有些偏向于这个虚空，就说是很难被抓到，而且打人非常疼的一种。哎，不变。我还是感觉卡。哎，前期我杀了卡琳娜一次，这就是一个大优。为什么说大优呢？其实中路对线的英雄啊，前期第一人头是非常重要的啊，非常重要的。好，打一下就回来。哎，各有蓝 buff， 无限耗，各种各样的人。哎，不要耗血，因为我现在没有血了，不要耗血。哎，对对，不要耗血，再回来。现在等什么啊？现在等的就是自己的蓝的一个上限以及自己 W 这个技能，给他再打回去一次，就是耗他，就是耗他，纯耗他。哎，一下子大半管，而且我的这个大的时间半分钟，啊，半分钟非常非常快，不着急，啊，不着急。前期这个补兵补的少一点，其实对于妖姬来讲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毕竟这个补兵算是一个基本功，门哥的基本功不是很好。但是如果说意识以及大局观的掌握，我觉得，哎，我还是够格呵呵，稍微吹一下。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对英雄的了解稍微强一点。哎，这个兵没了，哎呦，好，又大了啊，嘿，哎，再回来，你看又大半管血，我始终让他保持一个残血。你让他半分钟啊，半分钟大又好了。哎呀，没有抽到，不着急，不着急。咱现在1300多血，我看看盲僧离我很近啊，盲僧离我很近，再加上我的引燃马上要好了，我觉得可以杀他，我觉得可以杀他。好的，我的大还有四秒钟，我的大还有四秒钟。接下来干嘛？有大了，有大了。哎，卡琳娜，看一下啊，卡琳娜这个位置。哎，给你，哎，这助攻都没拿到，你看又拿一个人头。我刚想说把人头给你，这不怪我，这只能说是妖姬这个英雄太变态，他想杀人，一般人拿不到助攻，1600了，哎，这太开心了。啊，补兵，好，回城1700，我是出帽子还是出杀人书呢？我看一下啊，哎，出杀人书，我看一下装，看一下阵容，出杀人书，其实我也就能来回游走杀对方的 EZ 以及卡琳娜。妖姬我感觉出杀人书的作用真的是很大，所以说咱还是出一个吧，走。啊，还是买一个眼比较安全，上来就杀点人，直接秒杀。卡琳娜是法穿鞋外加增幅，哎，就这种阵容，就跟妖姬对线的卡特琳娜，这个还出这个吸血枪，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，比较大失误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卡琳娜她这个英雄能够被妖姬的这个技能所打断，或者说沉默她的大。而且妖姬完全不惧怕你啊，直接一个技能就给你秒了，这打的是有啥意思？两下，看看不看到两下两个技能啊，这是两个技能，我都没有想用我的E直接缠他，用E缠他又挂了。哎，不要费血，哎，对，哎，不要费血，对，哎，该费血的时候费血，不该费血的时候咱不但血要这个省，蓝也要省。卡琳娜不见了。哎，告诉自己队友，队友有人抓你去了。真的，这个卡琳娜为什么不出来呢？他干嘛去了？让我打两下就回家了。
你不能现在就回家呀，那你太亏了，这那你真太亏了。好，还是放个眼睛去，还是放个眼睛去。这个眼睛放哪儿？为了保护诺克萨斯啊，为了保护诺克萨斯，这个眼睛我必须放在这里，偏向于上路一点。啊，卡琳娜果然又被我打回家了，这刚九分钟杀了两次，回家两次。在这里放一个眼，保护一下我们这边的这个英雄。中间有没有眼啊？好像没有。哎哈，又是一个小残，大哥你回家吧。你刚来你就回家吧，啊，你回家吧，我不想再杀你了，没钱了，你还不走？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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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哈哈 Q 没 Q 到，哎呦，哎，这我现在要有蓝 buff 多好啊，就直接两下子把对方这个卡琳娜就干掉。哎呀，这同是女人，哎呀，为什么难为女人？好点，哎我点，哎，哎呀，这卡琳娜又回家了，你这总回家不行啊？你妹子没事逛逛街啥的多好，你走回家。哎呦，这边 EZ 的，又来了又来了，血还不多啊，血还不多，考虑考虑啊。哎，好，第一个技能用完了。哎呀呵，舒服舒不舒服，宝贝儿？看到我，宝贝儿舒不舒服？哎呀，我的这个引燃没有用出去。哎呀呀呀，这不好！哎，这不好，这不好，这不好，这哎，别走！很巧啊，不是吗？哎呀，哎呦我去！大哥你怎么过去的？你这太恶心人了！你太恶心人了！这男人何苦为难女人？哎，啊这边没什么事儿。只不过是镜花水。哥们，帮我打下蓝 buff！ 哎呀，我都没蓝了，你还打？等会卡琳娜又来了。好，我来了，宝贝儿，我来了。哎呦呦呦呦呦！哥们珍重，哥们来来来，耶 ！W 一下 ，W 一下来 ，W 一下，哥保护你。W， 哎呀，我去了，人这么多呢，来来定中，哎，一个大，哎呀，这是斧头男，欺负我马子，直接一斧都干掉，哎呀，让你嘚瑟，让你嘚瑟，哎呦，哎呦，机械大哥我没有蓝啊，别被抓过去，哎，哎呀呀，哎，走吧，走吧，走走吧，哎呦呵，这个大，哎，这德玛西亚走，哎，我们德玛西亚把对方圣杀了。啊，对方就两个人，但是我还是没有蓝啊，但是我能控一下，我能控一下。哎，卡琳娜来了，哎，这里蛮热闹，这里蛮热闹。机器人你可以走了，机器人。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别跟他们这么耗，别跟这么耗，别这么耗，别这么耗，别这么耗，这么耗可不是好事，这么耗可真不是好事。对方有肾，一个控卡琳娜过来一个大，也许我俩都得过。好，两层啊，刚刚两层，不着急啊，不着急。刚才要有蓝的话，就不止死，不止能杀一个人，就最起码最少保证了三个啊，最少保证三个。有蓝 buff 的妖姬，他的输出能力是非常强的。哎，这个蓝我要了，这个蓝我得要。哎，好，打完就咱就回来。然后就出完杀人书，直接就憋帽子吧。就是对面跟我对线的卡琳娜，就是丝毫不关菜啊，这都是女人，所以说我杀你也无所谓。来一下，哎，好的，全部补到。蓝还是很多，9:5的人头数，上了我杀俩，这对于我们这边来说是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。因为妖姬他这个英雄有一个最大的弊端，就是前期如果杀不到人的话，就是说我所说的前期，就是前15分钟你一个人都拿不来，就是拿不下的话，那这个妖姬可以说是70%啊，或者说是50%左右，已经是没有什么大的作用了。我等卡琳娜，我等卡琳娜。你看他用完技能他不敢上，两下又半管啊，两下又半管。我现在等钱等1600。啊，告诉队友卡琳娜下去了，那我也下。啊，卡琳，哎，好，我要小心，我要小心。我现在没有闪现啊，没有闪现。所以我得小心，我不能从这边绕了。马上有大，马上有大。哎，德玛西亚来了。哎，好的，好的。哎，又一个人头。哎呀呀呀呀！又一个，又一个，太舒服了，欧耶，欧拉拉。啊，这德玛西亚，你不能仗着这旁边有你马子陪你，你就直接过来啊！这。
虽然夫妻齐心齐力断金，但是这马子的正统在这上面啊！哈哈，又一下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哎，我就知道会这样。哎呀，不过对方的卡琳娜一个人没杀，哎，来，哎呀，被打一下，哎，但是脱离塔的攻击范围，所以说我这个这一下塔的攻击力没有打到我的血。哎呦，下路，哎，哎，这是谁？小伙儿，求包养，哈哈，我得跟这个一对个。小伙儿，你看我怎么样？我的咪咪很挺的，哎，杀他，杀死。哎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哎，拜拜。哎，这又一个，欧拉拉。哎，咪咪大，所向无敌，用这个自己的魅力打倒你。盲僧赶紧跟先把这个红 buff 放弃，要不中塔这血量就掉得很快。好，来一个这个鞋出来，这我现在出装就非常的随意了。哎呦，你看我说什么了，你看我说什么了，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再这样了。对方卡琳娜中路已经走了，很明显不是去下路就是去上路了。哎哎，这边卡琳娜机器人，哎，机器人还想，哎，机器人想干嘛？接下来干嘛？对面肾在这边，哎，卡琳娜在这儿。我的大又好了啊，我的大又好了，七层杀人书，法伤195，看机器人能不能给他瞪过来，机器人能不能给瞪过来？你很狡猾，不是吗？瞪过来，姐们就直接过去帮你啊，姐们帮你。嗯，没什么效果，好撤。哎，这个应该是能抓到。哎，看下路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好的，哎，好的。哎，机器人，不是哥不帮你，而是真的帮不了你了。哎呦，看一下顺着这个距离啊。哎哎，这里有眼，不怕。哎，卡琳娜，看一下卡琳娜的位置。哎，从上面走了，那我感觉可以杀一下。哎，其实我刚才省了一下，没有抢到这条龙，但机器人区有些，说实话有些呢。拜拜，又一个。哎，这卡琳，你看这，女人就得为这个为难女人，不为难女人，这爷们儿打不过呀。说实话，对面的爷们儿真比对面的你这小娘们儿要差，这个狠很多。这拿大斧头的，这个拿这个倚天屠龙刀的，哎呦，哎，还好，盲僧能跑，漂亮。那这个一队跑不了了，他的一，盲僧能不能追？哎，追不上了。啊，不是盲僧，防护盾能不能追？追不上。我就拿一人头九层，哎，来了哥们儿，哎，勾过来，走，往后野，哎，对对，哎呀，啊，不过这个也行，哎，也行，哎，还不走，漂亮，漂亮，哎，漂亮，哥们儿，我来了啊，宝贝儿，我来了，别走，来来来，哎，人呢？哎呦我靠！哎，哥们儿，你使的什么呀？这你买的哪国鞋呀？我靠，耐克吗？这肯定是这个正货呀，不是行货呀。跑太快了，我去，这么远都没追着。哎呦，不过我装备真是起来了，现在再出就是帽子了。卡特琳娜不见了，卡特琳娜我杀了几次了？就卡特琳娜死了几次？死五次，好像貌似都我杀的吧？哦，我杀五次，好像貌似都是卡特琳娜吧？哎，不对，我杀了一次。哎呦，我看，哎，卡琳娜也去下路了。哎呦，这盲僧一脚丫踹过去啊！哎，不要再打了，不要再追了。哎，这小娘们给我留着啊！女人的事还是女人来解决，女人最懂女人。哎呦，这卡琳娜这……哎，看一下啊，看一下，啊 ，EZ 也来了。啊，这年轻这个高帅高富帅，高富帅。好的，抓到，走人，又一个，哎，走，哎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个味儿，两下搞定啊，搞定完咱就撤。女人嘛，得干净利索点，不能拖泥带水。我还是买个眼吧，对方这卡琳娜这个移动或者说是她的这个游走真的是太厉害了。卡琳娜杀了几个？看一下，杀一死五，先出了幽魂，
但是你出入魂没有用啊，我这马上都出帽子了哥们儿，而且我的杀人术已经十一层了。王僧看看能不能给我拿下蓝 buff 啊，这个中路兵线还是不错，下路这个眼位稍微有一些低调，稍微有些低调。好，对方下塔掉了，那就不要再往前退了，可以走了，对方卡琳娜不见了。对，我们下路这俩人呢早晚得出事儿。好，拿下，然后追这个小伙儿、哦、我就喜欢这小伙儿。哎呦，对方这不是一个小伙儿。好的，帮手来了，不要怕不要怕。哎，对不要怕。好的，一个定住。哎呀，还好。哎，死了，完了，流血。哎，好的，你太漂亮了，这个太漂亮了啊！这个流血的这个程度，然后用了一个 W 直接把自己这个流血这个抵消了。看看这边机器人，你看你能不能跑？我估计跑不了了。哎，大都没有放出来啊！听到声了。为什么咱们先听到声，然后这个不是先看到这个死了，然后再听到声？因为眼睛长在前面，耳朵长在后面。啊，有蓝 buff 的推一下线吧，这红蓝双 buff 这由衷的爽。哎呦，我这再出这真就是帽子了。对方上塔也掉了，下塔也掉了。哎，这边又有货了，又来货了，快宝贝，快好的。哎呦，走错方向了、哎、不过也行，抓，继续抓。是的。哎呦，他们人多。哎呦，他们人多啊、又一个。哎，这叫什么，这叫这个死在我的石榴裙下。哎，又一个，这我现在嘚一个消啊，各种嘚一个消，这完全的哎，这里边大哥，这你这打什么蓝 buff 啊，这很明显对方在里边啊，你太不靠谱了这个、啊、放个眼吧。哎，中路、啊、我又来了。哎，这俩也没有掐起来了。摄影在，盲僧 Q 没有 Q 到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我一个戴胸罩，不是我一个穿裙子，说戴胸罩有些恶心啊。好的，来了，又来货了，啊、又来货了，啊，EZ来了，嘿，没有抓到，啊EZ下路，哎，宝贝，我又来了，各种游走，十八次，9秒。8秒，7秒，6秒，5秒，哎呀，这对方 EZ 和自己的团队明显脱节。哎，好，哎，好，就是这样，我让你放个大，我再杀你。这多够意思，我还让你放个大呢，一般人我还不让他放大，这我太开心了，这我玩的太开心了。哎，没死，盲僧走，哎，对，宝贝儿走，让你走你得走，说走咱就走，回头。杀十死零中四，凡是我参与的战斗，貌似很少有助攻。这还等啥呀？直接法穿仗啊！这直接法穿仗。经典的误导。这前期优势，对面四片赞成，一票反对，我没杀够呢，让我再玩一会儿。这，哎呀，这要不就说嘛，这妖姬啊，惹不起，胸脯大的女人咱都惹不起啊，人有资本。哎呀，这轻轻松松啊、这个今天第一场比赛轻轻松松22分钟拿下，杀十死零助攻四，这个对面我看啊，对面谁说的啊、对面的肾说没法打，然后对面的诺萨兹打个叹号，然后这个对面的肾说卡特是傻逼，这不能骂人，然后对面的这个诺萨兹说确实坑啊、对面摄影又说上来抓红就看出来是 SB 啊，这个 SB 还被屏蔽了，不能骂人。怎么说呢，上来抓红吧其实对的、这个蒙哥真的要说上来对方抓红是对的，但是你得团队一起走，
因为盲僧必然是先打 F4 然后直接打红 buff， 如果说卡琳娜前期先打了先这个抓了红 buff 的盲僧拿到一血的话，那么我就不好打了啊。但是毕竟英雄还是有克制的一个成分在里面，你看这个玩妖姬吧，真的是很不惧怕对方的卡琳娜这样的英雄，以及虚空的他都不怕啊，虚空他都不怕。但是虚空如果说是玩得好的话的吧，两边如果是看英雄的一个看英雄的一个这个克制性的话，其实两个英雄都差不多，完全是看操作。中路的妖姬，我觉得这一局我完全把妖姬的这个身材啊，妖姬的这个胸脯啊，给完全给大家展现出来了啊，这真的是完全展现出来。一挺胸，啪一个传送过去，亲一口，左一个，然后抛个媚眼，对方就迷倒了，直接就倒下啊，直接把对方给迷倒了。这比什么狐狸的魅惑都好使啊，两下就是两下，看没看到满血的 EZ 啊，两下直接秒杀。直接秒杀，这就是妖姬啊，这是妖姬，对方想跑都跑不了，好吧？那个继续说啊，这个门哥是在 YY 四个九，每天晚间七点钟，如果说有时间的话，门哥就会给大家做这个直播，想看的就来吧，然后这个没事上 iPad 注册个号，给门哥送个花什么的。那么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啊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